里镇农会为着要推广卡贝笋，伫咧内溪潭风景区举办健行桂冠活动，除了邀请民众来运动保健身体，也借由桂冠游戏来教民众了解到卡贝笋的产业，啊，佮有做玫瑰花上的亲子体验课程。伫咧活动的会场，啊，佮有小型农机的展览，以及农特产品的展售，吸引到不少民众是前来同乐。由玻璃顶农会举办的卡贝笋节进行桂冠活动，吸引游客亲自来参加。主办单位安排精彩的气表演，为活动来热场。我觉得每一关都用设计得非常的用心，然后每一关都有特别的礼物来让参加的人来拿取。除了进行活动以外，现场嘛玫瑰花上的制作体验。民众只要桂冠完成，就当将玫瑰花上来给扎回去。它水，然后还有糖，然后棉花棒，我们要把它搅了很碎，然后就下去，然后再加柠檬汁。农会办这个活动太棒了，让我们来体验玫瑰花做酱。香甜，是啊，那什么味道？酸酸的，甜甜的，香香的，很好吃。那玫瑰花瓣酱 DIY， 它是很天然的啊，一个花瓣酱，它没有加香精香料。那个花瓣酱呢，它可以用在这个土面包、饼干，或者是把它泡茶来喝。为了要介绍玻璃顶的卡贝笋产业资源回收再利用，现场有卡贝笋壳所做的泥布、围巾、帽啊、包包、电视。我们用的东西就是只有水，然后把它卷一卷的时候，它是用蒸的方式把那个植物的颜色印在布或是纸方面，所以一切都是符合环保的，没有那些污染。像我们埔里产茭白笋，埔里产甘蔗，当农民把这些采收完之后的农业废弃物怎么处理呢？除了可以做堆肥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再看到我们台湾土地长出来的颜色，所以我们将这些修枝萃取成染料，然后介绍台湾的颜色给大家认识。玻璃顶农会用心来推广在地农产，现场也有小型的农机展览、农特产品的展售，无论是静态的导览介绍，还是动态的桂冠活动非常的丰富，让大家都玩得很欢喜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